小和尚下山去化斋，老和尚有交代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你见了千万要躲开。走过了一村又一寨，小和尚暗自揣摩少了只要还记得爱，和你说这句老板我手啊不错呀。老和尚悄悄告诉徒弟，这样的老虎居然最厉害，小和尚吓得赶紧跑，师傅呀呀呀呀呀，快快快，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，心里来，老和尚小和尚下山去化斋，老和尚有交代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遇见了千万要躲开。走过了一村又一寨，小和尚暗自摸索了，为什么老虎不吃人，模样还挺可爱。老和尚悄悄告诉你，这样的老虎只要最厉害，小和尚吓得赶紧跑，师傅哎呀呀呀呀，快快快，老虎已跑到我的背上来，背上来，背这个老虎啊。好重啊，你好重啊，救命啊，快点来救命啊。老和尚悄悄告诉你，这样的老虎最要最厉害，小和尚吓得赶紧跑，师傅呀呀呀呀，快快快，一跑到我的背上来，嘿，嗨，呜呼，把你搬走了，好生气。好，谢谢。